那我们直接来看我们的手法啊、呃，手法的内容。一、原始点找法及按推之力量、时间与次数。原始点大多位于骨旁处，有规律的分布在一条脊椎、颈部、上背部、下背部、肩椎部及其余七处部位：头部、肩部、肘部、手背部、臀部,部、踝部、足背部。 每一部位原始点都有明确的涵盖范围，共同遍布全身，故应用时只需知道症状发生位置为何处原始点所涵盖，即可按推该处原始点，从中找到需要处理的原始痛点，而不需分辨病名。参考各部位原始点涵盖范围示意图。 其中，脊椎两侧原始痛点找法的基本原则是：前面的找后面。我们刚刚有讲，好，就是这这是介绍一条脊椎的应用，前面找后面。那背后旁边的找中间，那脊椎中间的下面找上面，这个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看下面的图。好，这里就是在解释这个脊椎的应用。 好，前面有问题，好，我们就找背后的脊椎。那下一个图，啊，这里也是。好，那背部所有的痛，旁边找中间，那中间痛找上面。那这样根本不用再记啊、呃，什么穴位啊、经络啊，这个都把等于几千年来中医的经络学怎么样？简单讲，进一步简化了。 简化，而且不用记。我相信你们听完一遍，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位置。反正上面的往上找，四肢都是这样，那你很快就可以找到原始点。而原始点刚好恰恰就在患处最上方的上面，就可以找得到。所以距离症状是非常近的。其实中医哈、哦、最难记的就是经络穴位，就是位置，背太多啊。 简化之后，你们根本不用背，而且脊椎要不要问背说哦，穴位在哪里？不用，旁开一指宽就可以按得到，那马上就可以应用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把后面的文字也念完。找到原始痛点后，按推力量需由轻而重，以测定最适宜的力度，以略感酸痛为宜，过重如强烈疼痛感。 则易造成伤害，太轻而几乎没有酸痛感，则效果不佳。对于虚弱者，手法更要轻柔，甚至必须先用指腹或掌根慢慢做舒缓处理。按推时间则因病情不同很难加以规定，也许几秒钟，也许二三十分钟。 虚弱者因上述原因费时更久，但无论按推时间长短，只要症状减轻即可停止操作。期间要注意补充内外热源。重症者一天可按推两次，轻症者可两三天按推一次，也可每天按推一次，当作保健。每个点按推约三秒。 可来回处理两至三遍。总之，按推之力量、时间与次数都应视病情需要而定，并以患者能承受为宜。好，其实如果你们刚刚练过的这几项大原则记起来的话，你们在按推不至于出问题，因为他这里规定的非常严格，就是你一个痛点只能按九秒啊，力道。 以患者能承受，这个要点记得起来，那就不至于过重消耗患者的热能，尤其在重病的处理下，啊，是不至于出事的。那这里要临床上会发生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患者揉起来很痒，有没有？他根本不让你揉，或是轻轻一碰就很痛。如果遇到这种临床上实际的问题，我建议可以先温敷。 温敷完再按，哎，也许他就能够接受了，啊，这个先注意一下，啊，那如果他真的温敷完还是轻轻一碰就很痛，但是我相信温敷完他那个人承受力就会稍微大，那你还是要以他人接受的力量为主，啊，好，那我们继续把后面的也念一下。手法操作应遵循如下三项原则：一、安全原则。 即按推不可太重、太久、太频繁。二、有效原则，即位置精准、见效即止。三、经济原则，即施作者以最省力的方式，让患者承受最小的痛苦而达到解症的效果。患处可温敷，不可按推。 但此患处若刚好位于其他症状相对应的原始点上，为解决其他症状，应先按推此患处相对应的原始痛点，再按推与此患处重叠的原始痛点。而原始点若有伤口或肿胀，亦不可按推。有极少部分患者在症状相对应的原始点找不到痛点。 可往上延伸寻找。好，这样我这里哈要提的哈，就是说，患处不可按推，但可以温敷。患处，比如说他刚好在原始点呢，啊，比如说手背部这里原始点在痛，那能不能按推？当然不能按推。但有一种情况是可以按推的，比如说他手指头也在痛，这时候它是开关。 又是患处，这时候可不可以可以推？但是按推一定要注意次序，先按肘部原始点，把手背部的痛点解决了，然后再怎么样进一步按推手背部的原始点，这样整个程序我认为比较好，符合临床，患者也会比较轻松。好，那可温敷这个就是问题了，如果对症。 一般按的一定有效，但我刚刚讲的，如果是撞的组织受损呢，多属本处体相这时候你按是不能见效的哦，这时候要靠什么？温敷、喝姜汤。所以为什么中医会有一针二灸？其实我一路做下来，道理就在这里。因为针只能解决症，但到了撞的组织受损，必须要内外热源。好，我们先用案例来解说吧。 我们先看，呃，美国旧金山的干手症，也就是富贵手。干手症案例，温敷的重要性。某女士六十岁，双手皮肤干燥、脱皮、龟裂，甚至会有发痒的现象。手掌面的皮肤会愈来愈厚、愈来愈干，严重时只要碰到水都会引起恶化。 有医生说是富贵手，有些说是干手症。曾使用各类药膏、护手产品或乳液，让手部维持湿润，远离或少接触容易诱发富贵手的东西，但是都未见改善。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六号，用红豆袋绑在手上温敷，只温敷一天就看到效果。 但手上绑住红豆袋容易脱落，不方便，于是改用薄围加暖暖贴，二十四小时温敷，前后三天明显改善。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六号，未处理前干燥脱皮龟裂疼痛发痒，温敷后一小时左右，龟裂处有明显愈合，后皮稍有变软。 红豆袋温敷，温敷约三小时，龟裂处几乎愈合，硬皮变软。改用围脖加暖暖贴，二十四小时温敷。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七号，第二天继续温敷，晚上症状几乎完全改善。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八号，第三天。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九号，第四天。 第一天，第四天。好，这个如果它裂了，你按完它会不会裂纹马上好？这个显然不可能，这个就是状的组织受损，所以状的组织受损属本处体伤，一定要重用内外热源。好，那我们再放一个呃带状疱疹。 带状疱疹案例：阿明，二十五岁，住美国沙加缅度。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号，前胸开始出现红斑和水泡，一群一群长在一起，看来像一串珠，又像一条蛇。肿痛传到后背，经医生诊断为生蛇带状疱疹，告知必须要吃药打针，并要家人打预防针，避免感染。 母亲并让他服用白花蛇舌草来清热解毒，结果红疹部位更痒更痛，像火烧一样。经人介绍到当地推广点，用原始点方法，先温敷一小时，再按推头部及背部，再继续温敷一小时，喝姜水约二百 CC，嘱咐回家暂不喝饮料，开水。 必吃寒凉食物，要求做到二十四小时温敷，仅仅两天就明显改善。胸脊背部带状疱疹明显消退，不再肿痛。十二月二号上午，因为很痛，立刻温敷按推，忘了拍摄。第一次施做完后才拍摄。十二月三号按推前，回家持续温敷并喝姜水，第二天已有改善。 第二天按推后已明显改善，不再肿胀疼痛。第三次按推完，已完全没有肿痛的感觉。第四次按推后，第一天，第四天，第一天，第四天。 如果在我们的医学，带状疱疹有些人会痛好久，甚至几年。其实他的痛就是属症，那个要经按推而解决。但是他的状状的组织受损，一定要靠怎么样内外热源来修复。其实道理很简单，所以原始点它的按推跟内外热源是不可以分割的，它是一个整体的处理方式。好，讲到这里哈、哦，我就说。 其实从呃去年是原始点最大的进步，为什么？我看到一个现象，就是原始点的案例蜂拥而至到基金会的非常多，让让我有甚至让我有一点出喜出望外，尤其有一个国家叫做津布巴威，啊津布巴威南非很贫穷的国家。 然后有一次，有一个朱先生，他就是在金布八威，说要找我，去年差不多七八月的时候，好，我就跟他聊。他说他做了很多案例，因为外面吹牛的一大堆哈，我见过太多，说他做什么案例什么，所以我看听的都听了很多，我我也不以为意诶，但是他就马上秀给我看，诶一秀，我觉得精彩。 然后就开始跟他细谈，他就讲他的过去怎么认识原始点。他说他有人拿二零一三年的光盘给他，他根本不不看，就把它丢在一旁。然后丢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因为在金布巴威人民很穷，穷到甚至没钱看病，啊，去看病有些也看不好。然后他想，哎，人家说这个可以。 帮助这些病苦的人，他就想，好吧，反正闲闲也没事干，就看一看吧。哎，结果一看，哇，他说，真的这么神奇吗？这里面讲的是真的吗？还是又在虚构故事呢？但是没有做总是不行嘛。哦，他就开始做了。哎，结果做了都有效，做到最后连政府官员都找他了。为什么？找他不是？ 去表扬他是要查他底细哪里来的，他、啊、怎么能够帮那么多人治？然后很多反应又说很好的，然后卫生部就带了一些官员要来查他啊，他查哦，他那一天就开车中途接到说哦官员要找他，他就想完了，大概来取缔，因为他是没有牌的医师，这下子惨了啊！那在金布巴威那个是违反医疗法的。 啊，然后他他就想怎么跟他们谈，而且结果这些官员就问他：“这些都是你处理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是啊。”那他说：“你知道这个处理要医生执照吗？一般人是不能处理，你知道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知道的。”那为什么你还要处理？啊，他他路上就已经想好了。他说：“他是这样回答。”他说：“啊、呃，因为我。”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当然从医疗，你是从医疗的角度看，但从我跟这里的人民的感情来说，我不能不帮他们了、啊。他们就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。那我看他们苦，我又有能力，我为什么不帮他？所以在这个角度上，我是不能不做。哦、那这些官员听了也蛮感动的。那回去之后。 啊、呃，他们就开会了。开会到底要处罚他，还是让他继续医疗？啊，经过争辩之后，他们说，如果取缔他，那肯定人民受苦啊，没办法解决。那与其这样，倒不如干脆颁一个医师证书给他，不就合法了吗？哎 <laughs>，果然真的就颁给他了。 那这张证书，他最后也拿给我看。他做到让政府特别，他说这是金金布巴威第一次开给，就是医师证书给外国人第一次啊。那他就开始做，那做他有几个推广点，他做的很大，康复中心有二十几个点。那做的案例，因为他们穷到根本没办法拍摄。 那现在提供我的案例是，最后我们还派人去帮他们拍摄、啊。而有些他们是真的很严重，他们就偶尔拍几张。啊，因因为穷也没得拍摄。那穷到什么呢？他们没有红豆袋，没有电啊，所以他们也没有熬姜汤，因为没有电就没办法熬姜汤。那只能用什么？因为刚好当地有姜，产姜，所以他们有姜，然后外用就用姜粉。 那姜粉是怎么做的呢？就是用锤，人工锤，锤了，然后再筛减，然后没有锤像粉状再锤，这样久锤之下才成为姜粉。啊，哦，那他们就开始应用我这一套，大量的用，结果光提供的这些案例就很多。那这个、这这些案例我看了，真的是喜出望外。 那这个只是他案例中的一小部分，有整理的一小部分，那没有整理的一大叠，那我你们想不想看？想看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好，你们都想看哦，那我们来，现在我就不讲话，因为里面还有什么智障的，就是从生下来就不能走路的，哦，已经五十几年，还做到能走路啊、哎。 然后我们来看它里面的这些案例：津巴布韦中风案例。五十二岁的塞门在二零一四年十一月时右侧中风而被送医，医师告知他需要进行物理治疗帮助他复健。由于疗程费用庞大，他无法负担，因为行动不便。 也无法再从事卡车司机的工作。二零一四年十二月，因为无法行走，而由他的妻子推着推车带他去接受原始点调理。二零一五年二月，他的腿非常疼痛，而无法前去接受原始点调理，志工便到他的家中帮他按推，按推后他就能拄着拐杖行走了。 按推踝部原始点。二零一五年五月，塞门已经能够开车了，得以回归职场。他不再需要依靠拐杖的辅助走路。塞门鼓励其他的病患一定要坚强，也告诉所有人，原始点改善了他的人生。他也祝愿所有的病患能让生活重新回归正轨。 后续探访。目前他已不需拐杖，可依靠双脚行走。津巴布韦头部感染案例：二零一五年一月，五岁的克里斯塔贝尔的头部不适。 他的父母带他去医院治疗，只能减缓疼痛，伤口却无法愈合。二零一五年二月十八号，克里斯塔贝尔开始用原始点处理患处，志工先揉开头部原始点，并敷上姜粉。他也开始一天饮用两次姜粉。四月十三号，头部已有明显的改善，大多数的疮都已愈合。 克里斯塔贝尔说：“他感觉好多了，当天不要爸爸搀扶，能够自己走路。四月二十二号，他头部所有的疮都已消失，伤口完全愈合。前后六十二天比对，处理前、处理后、后续探访。” 目前，他的头部已完全恢复正常，也非常有精神。津巴布韦脚部皮肤癌案例：六十一岁的卡洛琳，一开始左脚不舒服，去医院就诊，医生告诉她罹患癌症，接受治疗后却无效。 求医过程中，他也尝试了津巴布韦当地的民俗疗法，情况依旧没有改善。他的腿二十四小时都在痛，最后医生只能给他止痛药。因为得病而失业，他的生活更加困苦。不久后，他的右腿也有相同的症状。遇到原始点时，他得病已一年八个月。志工帮他按推。 用姜汤清洗他的双脚伤口，同时加热豇豆袋温敷他的原始点，让他喝姜汤，并在洗净的伤口撒上姜粉。他一天补充三次内热源，每次一大匙（十五毫升）姜粉配上一百八十 CC 的热开水。除此之外，他也加热豇豆，趁豇豆还热时。 要先放进袋内包好，再把豇豆袋放在膝盖上温敷。虽然新杰的家颜色和原本肤色不同，但他的伤口已完全愈合。现在卡洛琳可以正常走路，也已经开始工作。前后比对，处理前，处理后。 后续探访，目前他的体力、精神皆已恢复正常，脚部的伤口愈合也更良好。 津巴布韦乳癌案例：四十六岁的迪利拉在二零一零年时，胸部长了个小疙瘩，疙瘩渐渐的长大。她在二零一零年七月就医接受检测时，医生告知她罹患乳癌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。她的病灶二十四小时都在疼痛，但因病灶靠近心脏，无法做手术。 割除肿瘤，志公用姜汁清洗伤口，并在清洗后撒上姜粉。迪丽拉也拿一些姜粉来喝。先准备热开水，再将一满汤匙（十五毫升）姜粉倒入杯中，注入一百八十 cc 的热水后拌匀，等降温后再饮用。用原始点七天后，他的伤口已经变小。 异味也已消失，迪利拉说：“疼痛减轻了，患处也不再渗血。之前他一直都没有胃口，用姜之后食欲已经恢复。他已经能自行坐下用餐，左手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动作。目前他的伤口已改善许多，肿瘤缩小到他可以看到胸部下方。” 也终于能摆动他的左手了。虽然他的伤口还没有干，但他能使用左手处理家中事务。迪利拉示范他现在能够自行走路而无需协助，也能够摆动他的手。他非常感恩能重返正常的生活。前后七天比对，处理前。 处理后，津巴布韦先天智障案例，BUD 五十三岁，自出生患有残疾，无法说话，无法走路，要别人喂食。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号。 B.U.D. 来到复健中心，由志工们帮他按推。B.U.D. 由志工们帮他按推后，又教他走路。B.U.D. 从不缺席每周一、三、五志工们的按推与复健。二零一四年八月，已能够使用拐杖走路，也能够推着轮椅走动。 二零一四年九月，B.U.D. 能由母亲牵着走路。B.U.D. 和幼儿中心孩子们快乐的又唱又跳，以能够行走和站立。津巴布韦肛门肿痛案例：马西娃四十一岁。 二零零八年起，肛门肿痛，连续看了许多医生，但都没有显著效果。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三日，马徐麻第一天到复健中心，由于肛门肿痛，造成日夜疼痛，无法坐立。志公以原始点按推，将水清洗，姜粉涂抹肛门。刚开始。 肛门息肉收敛很快，且不再疼痛，但因有家人反对而停止处理，导致再度肿胀疼痛。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，他女儿再度带他到复健中心，由志工帮他做原始点处理。二零一五年五月六日，肛门肿痛已消除，且可正常作息。 每次以二十克姜粉泡一百 CC 热开水，温热服用，每日三次。经处理后，肛门变化。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三日，二零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，二零一五年五月六日，马西玛很高兴，多年来肛门肿痛已消失了，特地来复健中心。 表达对志工们的感谢。津巴布韦肛门窗口案例：威廉奈亨卡，七十五岁，肛门有一小硬块变成窗口，十四年来多次看医生却无效果。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号，由太太陪伴来到复健中心。由于复健中心离他家太远，志工教他太太原始点按推、姜水清洗、窗口涂抹姜粉。他太太在窗口涂抹姜粉，并以二十公克姜粉泡一百 CC 开水温热服用。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四号来到复检中心，疼痛减轻，创口已有很大改善。二零一五年二月四日，创口不再流脓，没有异味，完全改善了。经处理后，肿瘤窗口变化。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四日。 二零一五年二月四日，威廉奈亨卡很高兴已经改善了十四年来的肛门窗口疼痛，恢复了正常的生活。津巴布韦包皮癌案例，拉斐尔，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。 第一天到复健中心，排尿困难，无法行走，极为疼痛。二零一四年七月发现有包皮癌，刚开始一小粒硬块，三个月后长成大块，曾找多家医生但无效果。治公用原始点按推，以二十公克姜粉泡一百 CC 热开水，温热服用。 志工用姜水清洗创口，疼痛难耐。志工用姜粉涂抹在创口上。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号，创口明显收敛、干燥，排尿较正常，疼痛减轻，可以正常作息了。志工送上姜粉给他，每次以二十公克泡一百 CC 热开水，一天三次，温热服用。 经处理后，肿瘤窗口变化。二零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，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七日，拉斐尔已经恢复正常生活作息，每周一、三、五仍到复健中心用原始点处理。 八十二岁婆婆乳癌案例。艾梅达高龄八十二岁，当第一次来访时，她的乳房非常疼痛，并硬如岩石，因为日夜疼痛，完全无法睡觉与休息。她乳房的问题已经一年以上，之前到医院看病也没有效果。她在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到中心寻求协助。 此时病灶已出现破孔，且产生难闻异味。志公向他介绍按推原始点与姜，并谨慎的清洁他的伤口，将所有的脓都清除干净，再撒上姜粉。他回家后饮用姜粉。第二次来访时，他的乳房变得柔软，但创口变得更大。 智工在伤口中填入更多姜粉，他的伤口开始产生了变化，这就是身体自我修复的作用。腐肉几乎全部消失，然后伤口由最深处开始愈合。伤口产生了变化，智工持续不断的清洁、按推原始点和给予姜汤。 于三月二十七号，虽然伤口还未痊愈，但他很高兴，因为他现在乳房已无异味，疼痛减少许多，晚上也能入睡了。于五月十三日，他已大幅改善，所有腐肉都已消失，而伤口现在已开始愈合。职工们按推原始点，并持续清洁伤口。 这是所有腐肉都已除去后的外观。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七日，艾梅达婆婆再次拜访中心，窗口明显改善，且不像先前那么的深。窗口周围的皮肤开始愈合收口，窗口没有那么深，并已开始再长出新肉。她每次回家时，职工总是会拿一些姜粉给她回家。 在没有按推原始点的日子里，能饮用与清洁。五月二十七号，他的伤口好转许多，创口开始变得干燥，脓液与异味都消失了。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七日，婆婆拜访中心时，病情已有重大改善，伤口已缩小。他回家后，每天都记得喝姜汤。 乳房的伤口已逐步收口，他露出幸福的表情。前后比对：二零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，二零一五年四月二日，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三日，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七日，二零一五年八月十七日。 津巴布韦七十岁乳癌案例，若斯林七十岁，一九九九年发现腋下有一小硬块，后来逐渐变大。二零零七年他眼睛瞎了，医生告诉他是糖尿病，伤口逐渐长大。二零一三年医生检查为癌肿瘤。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，他来到复健中心。 志工们用原始点按推处理，以二十克姜粉泡一百 cc 热开水温热服用。志工用姜水清洗姜粉，涂抹创口。他没儿女，目前生活由他妹妹照顾。志工教他妹妹原始点按推、姜水清洗创口及涂抹姜粉，并给姜粉回家，一次以二十克。 泡一百 cc 热开水，一日三次，温热服用。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，肿瘤窗口已渐渐收敛，不再渗血。当初他的手不能举高，但现在已经能举起来了。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三日，肿瘤窗口已更进步，腋下肿胀也全消失。经处理后，肿瘤窗口变化。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十九日，经处理后，肿瘤窗口变化。二零一五年二月十三日，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七日，若斯林虽然眼睛看不到，肿瘤窗口已经完全愈合，不再疼痛。现在他很高兴，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。 津巴布韦足部溃烂疼痛案例：三十八岁的迪米莎脚部出现很大的伤口，并且溃烂疼痛。志工协助迪米莎按推，以姜粉泡温水清洗伤口，以姜粉温敷与喝姜汤，以原始点处理之后，伤口渐渐的愈合，也不再疼痛。 前后比对，处理前、处理后。津巴布韦肩部溃烂穿孔案例：二十五岁的珍罹患了乳癌，并且肩部出现了破孔、腐烂流、流脓。 智公使用姜粉泡热水清洗伤口，并且使用姜粉对伤口进行温敷。经过原始点的方式处理后，伤口渐渐地愈合。如今真的体力恢复，精神奕奕，已不再被病痛困扰。前后比对，处理前，处理后。 津巴布韦头部溃烂破孔案例，五十三岁的玛丽头部罹患癌症，并且头部出现腐烂破孔。志工帮忙玛丽使用原始点处理进行按推，用姜粉泡温水清洗伤口，以姜粉温敷，以及喝姜汤。 经过原始点处理之后，玛丽的头部破孔有了明显的改善，开始愈合。前后比对，处理前、处理后。那其实几个案例哈，我都觉得很精彩，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。 那个烂到一个窟窿，然后再从里面长肉出来。这个婆婆太，他们做的太厉害了啊！这个我也是从她那里看到，而且还有一个女孩子，那个年轻的她说肩部那个是乳癌，然后烂到一个窟窿进去，然后这里也是肉烂到里面进去，肩部也是都没有肉的，里面是空的。那他们说怎么洗呢？ 就是姜粉，冲热开水哈，然后直接倒进去，那个很痛。然后他们还叫他，因为他们没有整级床，就躺在地板上哈，然后叫他滚动，滚动就是让姜粉哈、姜姜水哈，整个都均匀的涂在他伤口。他们是这样，那非常痛。那为什么他们效果特别好？因为他们的百姓没得选择，嗯。 反正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了，哈。那患者也不会因为痛而不去，因为有效啊。但是如果现在哦，放在如果在台湾做，很多因为痛哦就不干了，因为他啊那太痛了，我就不要做。哎，但是他们哦比较能忍,忍，啊忍了，哎效果就出来，啊所以这些是他众多案例中的部分案例啊。 啊，所以，我有时候我私底下也问哈，这些也给很多医生看，我问他哪一个你们能够做出来？哇，他们看了也是大赞叹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说过了，啊，就是原始点发展到现在啊，总算有很多地方传来的一些精彩案例。我们这几天的课程中，很多新的案例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